Hi, my name is Marius Wong. I'm 24 years old this year, and I'm 183 cm tall. Then, for my past experience, I've done a few student films, and I'm from LaSalle College of the Arts, musical theatre degree student. 你好，原来是这种废法生意。你们来这里干嘛？收保护费，这是我们的地盘。这哪里是双龙的地盘？我们双龙是独一无二的，想要什么就得什么，连这个小区都难不倒我们。干掉你，更容易。你们够了。行，这是我们的地盘。如果你没钱交保护费，就滚蛋。行，难道你忘了我们？你听不明白是吗？这是双龙的地盘，没钱。 你真的要负担吗？这是双龙的地盘，你必须先。他妈的，打回他！ OK， 对。 Hey, whenever you're ready. Wait, wait until he says. 来来来，人们都喜欢的小酸，一碗五毛，又便宜又好吃。原来是这种废法生意啊！你们来这里干嘛？收保护费啊！这哪里是？这是我们的地盘。这哪里是双龙的地盘？我们双龙是独一无二的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连这小区都难不倒我们，干掉你更容易。你们够了。 行，这是我们的地盘。如果你没钱交保护费，就滚蛋。行，难道你忘了我们？你听不明白是吗？这是双龙的地盘，没钱。你真的要赶我走？这是双龙的地盘，你必须先。他妈的，打回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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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<音>来来来，人们都喜欢的大蒜，一碗五毛，又便宜又好。<笑>原来是这种废法生意啊！你们来这里干嘛？收保护费啊！Sorry，这是我们的地盘。这哪里是双龙的地盘？我们双龙是独一无二的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连这小区都难不倒我们。 干掉你更容易。你们够了。行，这是我们的地盘。如果你没钱交保护费，就滚蛋。行，难道你听不明白是吗？这是双龙的地盘，没钱。你真的要赶不走？这是双龙的地盘，你必须先。他妈的，打回他！打回他！打回他！ Annie， 就是你呀！不要，帮我买饭。我没钱。不要假啦！看你这种样子，一定很有钱的。我真的没钱。钱包拿来。我没钱包。啊，看你这样子，原来是个穷小子。 去偷，我不要偷，不可以，我不要偷。看到那个 hot dog 吗？去偷，我要吃 hot dog。我不要。去偷啊！我不要。你要打你是吗？没有。哦。我不要。 You can be more hands-on. Oh, he's used to it. 你要打我？你要打你是吧？啊？我会跟老师讲的。